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。坦诚现在有24个奖，几乎每一个奖的评审团都在谈目的启发的行销，用创意推动生意，创造向善改变，对世界创造正面影响。台湾一定会更好，世界一定会更好。谢谢你们。我是林东奎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